我哋喺海上望去西边，佢多数喺西边嗰落噶。天空红色咧就西边红色咧就呢度咧系蓝色嘅，就反射翻嚟。如果我哋影佢咧，系好靓嘅。我是郭华喜，是阿零号的船长，我揸住阿零号有四年多的时间噶啦。维港的靓咧就是怀旧咯，即系比咗我哋的生态就怀旧咯，但系依家靓咧就是特色咯。系咪好似夜晚啦？啲灯光啦，真系特别靓嘅。四圍佢有燈光盞下盞下，好似啲燈著曬，好似東方之珠一樣，話得香港係東方之珠啊咁樣咯。以前冇摩天輪啦，又冇呢個角巾啦，以前好似平地一樣噶嘛。依家黃馬唔係喎，一行一忽，哇！呢度又高樓大廈，嗰度又高樓大廈。我都有份揸喎，有時朋友話：喂，你揸啲咩船？我話你揸呢只古董帆船，哇！唔係個個揸得嘅喎，呢一次海上睇嘅嘢咧，我可以喺360度，中環、尖沙咀都可以睇到曬嘅，放慢噶。因為我哋始終都係當遊海船計啦，喺佢欣賞嘅維港嘅景色，同埋欣賞嘅環境兩岸嘅情況咯。